自此以后，宝玉和秦钟同来同往，同坐同起，愈见亲密。又兼贾母爱惜，也时常地留下秦钟，住上三天五日，与自己的重孙一样疼爱。因见秦钟不甚宽裕，更有助他些衣履等物。不上一月之功，秦钟在荣府便熟了。宝玉终是不安本分之人，竟一味地随心所欲，因此又越发的淘气。老太太说了，不早了，恐秦小相公回去不便，不如留下吧，明早一起上学去。太好了，嗯，如此甚好。那我就回去了。嗯。你我都是一样的年纪，又都是同窗，以后不必再论叔侄了，只论弟兄朋友就是了。宝叔虽是好意，但小侄万不敢从。你怎么那么扭捏呢？从此我只叫你兄弟，或者叫你的表字京青，方显出你我亲密之情。你且叫一声试试。嗯，宝哥哥。哎，这才是我的好兄弟嘛。那薛蟠自来王夫人处住后，便只有一家薛，薛中广有青年子弟，不免动了龙阳之心，因此也假来上学读书，不过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，只图结交些契弟。曾子曰，武令三省吾身。孝弟而好犯上者，谁想这学内就有好几个小学生，除了薛蟠的银钱吃穿被他哄上手的，也不消多计，更有两个多情的小学生，亦不知是哪一方的亲眷，只因生得妩媚风流，满学中都送了他两个外号，一号香莲，一号玉爱，这二人便与薛蟠交好，更有金莹等也都结交在内。如今宝玉秦钟以来，见了香莲玉爱两个，也不免羡慕，只不过薛蟠在此未敢轻举妄动，因此四人虽有情意，只未发迹，不意偏又有几个华贼看出刑警来，都背后挤眉弄眼，咳嗽扬声，这也非止一日。今日太爷有事儿，已经家去，这学中之事呢，命我暂且代管。啊，原来这个贾瑞是贾代儒的孙子，最是个没行止的人，每在学中以功报私，勒索子弟，又辅助薛蟠图些银钱酒肉，一任薛蟠横行霸道，他不但不去管束，反助纣为虐。何故出去？出个小宫。你咳嗽什么？难道不许我们说话不成？许你们说话，难道不许我咳嗽不成？我只问你们，有话不明说，在这儿鬼鬼祟祟的干什么故事？我可也拿住了，还赖什么呀？先得让我抽个头，咱们一声不愿意，不然大家就愤起来，
你拿住什么了？对，你拿住什么了？我拿住的可是真的，快来看呐，快来看呐，快呀快呀！切烧饼呢，烧饼。于是，薛蟠又有了新朋友，把湘玉二人丢开了，故贾瑞也没了提携帮衬之力。仅仅秦香二人来到金陵，贾瑞心中便更不自在起来，反说他多事，着实抢白了几句。平日里说笑也是有的，也未见你着恼啊，怎么今日说两句你倒恼了呢？还不都回去坐着去。刚才我明明就看见，还不承认。哎，做了那些没脸面的事儿，哪敢声张啊？谁没脸面了？你把嘴巴放干净点。我刚才明明看见他们跟那儿偷偷摸摸的咬耳朵呢。金融只顾乱说，谁知又触怒了一个。竟敢出口伤人！你倒是谁？原来一个叫做贾强，义系宁府中之正派玄孙，父母早亡，从小跟着贾珍过活，和贾蓉兄弟二人最是亲厚的。依照我看，今见有人欺负秦钟，如何肯依？想要挺身，又恐伤了薛蟠的脸面，便以装作出小宫走到了外面。明儿，明儿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不得了了，你们出大事了！金融出口伤人，蔡锦天欺负秦朽相公了，连忙把你主子身上，你说这还得了？我去看看。姓金的，姓金的，你是个什么东西啊？欺负我们秦小相公就是欺负我们。瑞大爷，就是我有事先走一步了啊！今天你碰你明大爷一指头试试。明儿，明儿，明儿，安静，给我坐下。明儿，我只跟你主子说了。哎，明儿，干什么？住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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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儿，不能撒野。造了反了，还不住手！哎，快快来拦着！各位也都是斯文人，学历是个清静的地方，原本读书作文，怎能动起手来？对，还不是奴才小子竟敢动手，以下犯上，大刀放肆！啊，你又算是哪家的主子了？要不是你欺负秦相公，我至于这么平白无故撒野吗？没有，明是秦琼他动手以前告状。你胡思乱想什么？这是什么地方？哪儿允许你开口？自信你的皮，给我滚出去！李贵，叔叔，拉马来，我去回太爷去，我们被人欺负了。哥不要性急，何必去惊动他老人家呢？这都是瑞大爷的不是了，太爷不在这里，众人看着你行事，众人有了不是，该打的打，该罚的罚，如何等闹到这步田地还不管？我要的都不听啊，还思路什么呀？我是必回去的。有金融，我是不在这里念书的。金融是哪房的亲戚？嗨，他是东边胡同里黄大奶奶的侄儿，那算什么应征掌钥的也来唬我们？就是，黄大奶奶是他的姑姑，这姑妈就会打旋磨子，给我们林二奶奶跪着借当头。我眼里就瞧不起这种主奶奶，瞧不起，打血过了，骗你这小狗养的，知道有这些蹊跷。我只当是谁的亲戚呢，原来是黄大嫂子的侄儿啊。好啊，我就去问问他来。话